线两线结合在一起，他们用到了有包片，有那个手工刀，还有对笔，就每个陶笛呢都要经过好几次的调音烧制，有一到三次的，他们品种不一样嘛。对，就是大的。素烧呢是经过一次的烧制就可以了，然后手绘呢要经过三次。然后这边是修整，他们在把两片合到一起。产量的话，这个好像是。